角度再加智能屏，天天云时间马上开始。角度再加智能屏，天天云时间现在继续。小度在家智能屏，天天云时间提醒您，逛京东搜小度，抢小度在家智能屏 X8。 欢迎大家收看由能陪娃能学习能看片的小度在家智能屏冠名播出的天天云时间。大家好，我是孟晨，今天陪我们一起云聊天的还有两位新朋友亚米和傅辛博，欢迎。哎呀，欢迎你们。亚米自个儿还带着嘉宾呢，你看看那个小猫，两个人一起上通告。猫猫叫什么名字呀？这只小猫叫十一。嗯，十一，叫十一。对，为什么？十一买的吗？没有，团购的吗？他还有一只猫叫 Seven， 这 Seven Eleven 两只猫一块买的。他是我去拿快递的时候，他自己跟我回家的，然后那天刚好是7月11号，所以就叫十一。真的是 Seven Eleven。亚米住的那个小区现在还有一户人家，现在还在找猫，没找着。反正亚米也不知，亚米也不管。反正就带回家了，就是我的。哪有人家亚米很有爱心呢？亚米，你现在在哪里？我在北京啊，在北哦，你也在北京吗？我看到了你这个背景，还有你的窗帘，非常的熟悉。因为就是过年的这段时间，我有看你经常在那个窗帘前面跳舞。对。那些舞蹈都是你自己编的，对不对？对，因为就是过年肯定会胖嘛，然后我其实本来过年是想要去旅行的，但是因为这个非常时期我就取消了。嗯，然后现在就是基本上待在家就跳跳舞健健身这样子。嗯，哇，一直在走。哎，想问一下傅辛博现在在哪里？哦，我在横店呢。你在横店？有复工的，复工的，复工的。警察，警察。人工证没有？我没有在开工，我是在陪我媳妇儿，她在拍着呢，我在这边陪着她。嗯、哦，现在横店已经复工了吗？现在也要在等待通知，然后每个小区都不能随便出去，像我们家两天只能出去一次，一个人啊，两天出去一次。哦、有那个出行证，出行证，出入证。哦，傅辛博现在是跟爸妈还有孩子都在一起是吗？对对对对，我父母，我还有我媳妇儿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宝宝，对，都在。哦，全家人都在横店，所有家人都在一起，对对对对，那还是挺好玩。对，同甘苦，同甘苦，同甘苦。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就是基本的生活采购是怎么进行的？现在的话，我基本上是网上下单，然后他就直接可以送到小区门口，然后就自己就下小区门口拿。我们还有一个方法是，就是剧组专门派指定的工作人员帮我们去买东西。然后送过来，我做贴心，贴心的，贴心的啊！我们这个节目可以吗？我们这个节目只能远程操控。那傅辛博是不是那个出去采购的时候，因为有宝宝嘛，大部分都是给宝宝囤的比较多。宝宝他自己用的水跟我们可能喝的不太一样，还有宝宝的一些奶粉、一些尿不湿，很多的这样的东西，还有他的玩具，就很多。哦，对，必须得给他。对。那比如说像这段时间，因为很多商店都没有开门嘛，那如果想吃一些零食啊，或者是那种甜品怎么办？那就只能自己做。我们家宝宝比较喜欢吃那些蛋糕啊什么的，然后我家媳妇儿也喜欢吃一些甜品，我做。你自己做？对，网上研究。Hello， 我老公准备做蛋糕了。现在呢，第一步就是要把蛋清和蛋黄分离开来，这是蛋清，这是蛋黄。嗯。要加糖，加面粉，加牛奶。我先拌匀了。来，贴身小助手，现在开始帮我打蛋清。这感觉很稠啊。转一个方向盘，把它拌匀了。电饭煲煮熟了，看一看怎么样？哇，还不错。哇，感觉好好吃的样子哦。那你做那个蛋糕之外还会做什么？做过那个油泼面。都成功。那你自己做那个面吗？自己扯，自己扯。哇，这个很难度很高哎。面甩起来，海底捞那种，还甩别人脸上那种，甩在家里的脸上啊。扯一碗面，家里灯泡全碎了啊。亚米呢？
比如说你出门就是去拿东西的时候，你会怎么来武装自己，或者是会怎么做？那可 fashion 了，我跟你说。哎呦 ，fashion yummy。那我现在呢，我要上去一趟了，因为呢，我点吃的已经到了。首先呢，我会先选一件又保暖又方便的外套，然后呢，选一顶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的口罩，是必须要戴上。首先呢，先把它对折，让它尽量贴合整个脸，然后再把这个一会回来要用到的消毒液放在门口。顺便可以运动运动。你好，谢谢。走了。刚刚放在门口的消毒剂，朝鞋底喷一喷。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冰箱会有什么。首先必不可少的呢，就是酸奶、牛奶，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的芝士了，有辣椒酱、青岛酱、橄榄菜和老干妈，还有小青菜、鸡蛋，这个淮山、枸杞。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山药枸杞排骨青菜粥。首先呢，我们要先将这个排骨去一下腥味，把那个姜、料酒放一下，让它先煮一会儿。青菜和淮山切成颗粒，把排骨捞出来，给它直接放到那个粥里。前面准备的这个枸杞一起放进去，然后把这个菜放进去，再加点盐。可以，可以，可以。你是第一次做还是之前在家里的时候都会做的？这是第一次做，就是拍这个视频然后就做，如果做不成功就再拍一次。刚刚 Yami 就是展示了他冰箱里面的这个食物，然后呢还比较的养生。对，所以想问一下你们的冰箱里面或者你们家里都会存哪些就是食物？我就是那个娃娃，就是这个呀。 那是啥呀？存色子，不是，这是那个花，那个没有爆米花，因为那个不是在家会多看点片什么的，然后就一边吃爆米花。不是，我真的问你，你在家会吃正常的主食吗？最近肯定不吃饭，全零食。没有吃。是我有妈，我有爸，好吗？然后那个我去他，因为我妈我爸，没有人上升到这个高度，因为我妈我爸离我很近，然后我到饭点的时候都会去他们那儿，去他们那儿吃，就是这样的。我现在自在家里做嘛，做一顿，因为一个人不好控制量，经常一顿饭要吃个两三天。我这边还有前天做的烧排骨，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前天，哇，烧排骨吃几天啊？但剩菜也很好吃。要吃三天，因为我土豆和排骨量都下的比较多。峰哥，你家里囤什么？全是肉，牛肉、猪肉、羊肉、鱼肉。现在网上一个专家就说，这个疫情期间不要减肥，特别是不要减重。对，保证自己身体的正常运行。哪个专家？对，你看，都有听到。对，我们都有那句口号。只有我听到了吗？宁愿在家沾点膘，也不要出去乱飘，对不对？对啊，这个就叫保重，好不好？有很多专家说要多运动，增强免疫力，你就记不住。你说不要减重的，记得可牢了。那些我们生活要储备的一些物品都已经囤得很够了，所以想问一下你们的这个精神粮食囤得怎么样？我的精神食粮就是写写歌、跳跳舞。哇，肯定是写一些 rap， you know？ 对，因为我觉得过年我们要互相拜访亲戚朋友，但是这一次就很少，然后就写了一首，就是对远方朋友的想念，写了一首。Cool。Yami， 要不要给我们展示一下你新创作的那首歌曲？对，想听。是粤语哦。好，来听。听得到吗？哇，听得见，可以，还有伴奏呢。MMO 啊。阿爸妈还好吗？过年心嘢冇咁大话，好耐冇去你屋企食饭，挂住你嘅番茄炒蛋。天气冻，加多件衫，十天未成日玩，小心整埋只眼，记得要食早餐，得闲在家冇米偷懒，我食咩先？好简单。好，谢谢。是我在今年2月2号写的一封信，就是写给我在远方的朋友和亲戚的一封信，互相 share 一下心情嘛，大概是这样。哦，其实真的是你也没有办法见面，反正就是异地恋。因为遥远的朋友，不是，你知道每个人听这首歌的心情都会不一样。峰哥因为是单身嘛，所以他听这首歌就觉得Yami是写给他的。Yami不想写给他，Yami说怎么能写给峰哥呢？峰哥，那我不发了这首歌，不要了，付不起这个版权费，好吧？那
个亚米除了就是在家里会写一些自己的歌曲之外，是不是家里还囤了一些瘦下来可以穿的衣服，对不对？其实有很多，我觉得我就是应该能瘦下来，然后故意买小了一码的衣服，但是现在好像有点远。不要相信这些话，我从来都是会买小号衣服，到最后那个衣服真的到最后就是穿不了。我特别懂你这种精神食粮，特别这种就是我袖子这么长，它应该是露那个肚脐的，腰的腹肌已经就是很早就不见了，所以我希望有机会我还能把它穿回来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衣服其实你现在穿也是没有问题的。哦，还有一条裙子，是我之前那个紧身裙。哈 ？Oh my god！ 太紧了，峰哥，这个衣服的腰围比你的脖子还细。嗯。来问一下，你们都囤了哪些精神食粮？我会经常在朋友圈里面或者微博上面记录下来大家分享的一些好的电影或者好的剧，还有那些深夜里面大家发自内心会分享一些很好听的那种歌，我会把它存起来，然后保存到我喜欢的那个音乐里面。对对对对。那杨迪呢？我们全家不是过年在海南过年吗？那个电视机要充那个会员才能看电影，我就充了1个月35的，然后就我们全家就守着那种 VIP 的看，如果有一部电影一看右上角不是 VIP， 绝对不看，绝对不看，就只看 VIP 的。然后有一些电影明明就不适合我妈他们看，但是我妈跑过来说是不是 VIP， 我们说是，就开始看，就硬看。哦，因为钱花了是不是？钱花了专找 VIP， 得值这个钱。哇，厉害厉害厉害！反正就是杨迪家不能吃亏了。Yeah。因为今天我没回家过年，所以我觉得特别冷清，所以我特别需要温暖。我家里囤了很多这种什么暖足宝啊。我是不是体质比较偏寒，就是比较怕冷？所以我特别需要那种温暖的东西，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光，所以我家里还有一个美光灯，因为我看到亚米家也有。然后我会自己在家里看电影，躺在床上就会把那个灯打开。刘维，你把自己形容得好恐怖，又躺在床上，然后浑身发冷，打着一盏冷光灯照在身上，什么画面？有一道白光，眼前有个光。对，不是，因为我是那种太阳能的男孩，不见到阳光我受不了。刘维 ，嗨翻，你也是。没错，我家里必须开灯，我特别讨厌暗。一个是暖，一个是亮，家里才温暖。维维，你这种就是属于内心不太有安全感，而且希望被别人关注到。我们都是这样。以后你过生日知道送你什么东西？送光，就各种灯呗，送光，各种那种灯塔上的那种探照灯，保你家亮到透。那不用，那不用。不是送那个浴霸，不敢开。浴霸一开，那个哇，那个灯非常强。没有，不用不用，刘维直接搬工地里睡不就完了吗？搬工地里睡不就完了吗？工地里都是那。戴老师，你的精神食粮是什么？因为我特别好买话筒，然后我就把我那个挨个这些话筒啊、话放啊，各式不同的方式。有没有不用的话筒可以二手卖给我们。我就买过，我就买过。大张伟，我有太多话筒了。需要电容话筒。我有太多话筒。我有太多话筒了。然后还有那种，还有我精神食粮。还有效果器，就是那个，因为我那个弹吉他的人特别喜欢买效果器嘛，这是我最喜欢那个乐队 Green Day， 那个他们那个30周年的时候那个纪念版效果器，就可以挨个吃。付辛博呢？最近比较爱滑雪，但又滑不了，所以就在家练习滑雪技巧。在家里怎么练呢？对呀、啊，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啊。哇，你滑单板？单板很难的，单板就练习版有没有见过？没有见过。这是水泥做的是吧？然后这种是不需要穿雪鞋的，你就可以直接穿一双袜子就可以卡到上面。对，哦，是这么厉害。然后呢？可以练习技巧啊，因为如果说有你要练平花的话，滑雪的时候练平花，你需要提前练习的一些东西。对，滑雪会不会容易受伤啊？我有一次飞出去40-50米。哦，那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其实没什么事儿，对，就飞出去了而已。对，我不是飞出去，我是直接冲到两边那个护栏的网上面去。护栏，你然后还得找工作人员来救，因为你那个滑雪板插进去以后，你再也出不来了。对，然后你居然没事儿啊？居然没事儿啊？
没事，我好好的。好可惜啊，为什么？傅辛博，那小月亮的精神食粮是什么？小月亮精神食粮就是他的那些玩具，然后跟他玩游戏。冰雪奇缘，就是给他买一整套的那种，是吗？还有书，对，每天要给他讲故事，他现在可以背这些故事，倒背如流了都快。那这些书可以二手卖了，反正就倒背如流。你们真的是二手交易平台代言人。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那个做饭的东西，他每天要会做饭给我们吃。你们是不是要演客人？要和对，他自己要在那做炒菜呀、啊，他要做什么？爸爸吃，然后妈妈吃，还有那个打地鼠的那个，每天对，家里都变成了一个游乐场了。所以其实你知道吗，家里有孩子的人啊，就这段时间跟孩子们就是接触的时间又比较多，会比较的累，比较辛苦，但是没有关系，我这里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陪娃神器，小度。小度在哪？开启儿童模式。宝贝真乖，让小度来陪你玩吧。你看是不是很可爱？语气都变了。对，而且这个给孩子用特别的安全，它可以设定那个观看距离，还可以设定观看时间，可以保护小朋友们的眼睛。而且小朋友有时候他会问你一些让你哑口无言的问题。傅辛博，小月亮有没有问过你？因为我们家女儿还小，她问最哑口无言一个就是爷爷是。就是谁的爸爸什么的，咱们到现在好像也爷爷是谁的爸爸？对，你给他一块钱的那个硬币，让他去大街上坐那车去啊。爸爸的爸爸爷爷是谁的爸爸？爷爷爸爸的爸爸叫爷爷。你可以让小朋友来问小度，就比如说小度，穿山甲是什么？穿山甲是鳞甲目穿山甲科的哺乳动物，百度发起了拒绝野味守护健康的倡议，让我们一起拒绝野味、守护家人健康安全。小度真的是陪娃神器，有没有？而且小度有丰富的儿童课程还有学习资源，所以我建议所有有娃的父母们都可以囤上一个这样的陪娃利器。是，这段时间就是刚刚亚米也买了很多的新衣服呀，然后比如说像傅辛博有滑雪板在家里，这些都是线下的，想问一下你们在线上的购物车里有给自己增添什么东西吗？就是想买还没买的。哇，可多了。其实最近都是为了这些云录制，所以我接下来好多还在路上，比如说那个什么电容话筒，我以前都搞不清楚的那种东西。我最近也想买一些话筒，对想投什么的。要给是吗，大张伟？我就赶紧退货了。给啊！我也要的，老师，我也要录。给啊！好敷衍，大老师。哎，那个等会儿啊，哎，关闭摄像头，拜拜。哎，大老师，走了，掉了，怎么回事呢？别走了，不用你给了，大老师。大老师吓到就回来了，你看。傅辛博呢？小孩东西多吗？肯定啊、买了好多就是滑雪的东西，给那个对给媳妇儿买的滑雪的衣服啊、雪具啊、什么的雪杖、护目镜这些东西。本来想着是一块儿出去玩一下的啊，现在是就是延后了，就是算了，还是不要了。对，我想问一下傅老师，会给媳妇买那个化妆品吗？媳妇会给媳妇买化妆，会给媳妇洗衣服吗？买化妆品会买啊，就是都会买。Cool。 刘维你呢，购物车里会囤什么？我那个购物车里买了超多的那个拼装的乐高。对，因为我最近在家超多，给大家看一个啊，随便看一个啊。这还带灯啊。那个这都是我拼的米老鼠，那个米老鼠一个机器，那个我还拼了一个那个过山车，超级大的那种，就是人都可以坐的那种是吗？一坐一屁股就坐烂了。维哥你会拆，就是拼完之后拆了再拼，然后再拆再拼吗？不会，我疯了，疯了，拼完了稍微掉一个零件我都能哭，你懂吗？所以就是谁也不能碰，因为太难太复杂了。对，你们会有那种感觉吗？就有一些东西你只要放进购物车你就感觉是你的了，你就感觉因为那个东西你只是还没有买而已，就是有它其实已经属于你了，我只是现在不想花钱买，是不是？是这个感觉。对，有的时候放进购物车以为买了，还会查那个快递怎么还没到，后来一看根本就没付钱。那你要检查一下精神。
像我就是很多东西放在购物车没有买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决定说它到底好不好用，到底适不适合我，所以我就等待着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可以走出家门去商场买，然后买到自己最心仪最合适的那个。包括你们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像亚米，他就可以在商场里试到他最心仪的那个衣服，穿上那个衣服美美的拍照，或者是去到美丽的武汉然后去看樱花，是不是？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好好，接下来进入我们天天云时间的公益环节。好，我们要玩的呢叫做囤物大乱斗。那每轮呢，根据问题的线索，大家在30秒内找到相对应的食物展示在镜头面前，那最接近标准的人呢得到1分，那得分最高的将成为我们本期的云时间囤货王，为我们链接公益捐助。难哦。那今天要进行捐助的呢，是上海来一份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总价值50万元的新鲜零食大礼包，将捐给湖北省黄冈市团丰县人民医院、武穴市第一人民医院、黄冈中医医院。那本次捐赠呢，将由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督。棒棒的，好。来，我们的第一轮囤货大乱斗。你的家庭物资中每100克平均热量最高的食物是什么？啊，这怎么看啊？平均热量最是这种啊？每100克，我觉得100克，巧克力棒，巧克力棒，热量最高，5, 爆米花，爆米花，3、2、1，请展示。好，平均热量最高的，我这个是个巧克力饼，我这个能量是。829千焦，每10%。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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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胆输了。我这个每100克2210千焦。哇！我也输了，我的是1958。哎呦！哎，这个环节真的可以吗？这样特别像咱们不能吃什么。我这个如果是100克的话，是1900千焦能量。哎，那我还是第二。现在，我这个是巧克力黑巧，它是2177。哦，2100。哎，这我还差一点。我是2170。谢谢大家。最厉害。谢谢。啊，我有一个比你们都那个的。2651，但是不能换了，亚米，以第一个为主。所以到现在热量最高的就是刘维，2210。谢谢爸爸妈妈，谢谢。成年男性轻中体力劳动者每日需要摄入热量为2400和2700千卡为宜。好啊，行，其实这个都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但是不要吃太多，如果吃太多的话还是要进行运动。峰哥每次就是会要把一包都吃完，是不是？咱们是重型体力者，咱们不一样。第二题，你的家庭物资中常温条件下保质期最长的加工食品是什么？哈哈，这个我赢了，这个我赢了。鞋垫儿，四，保质期最长的，我这个完蛋。2、1，来，请公布你们的答案。我的是蚝油。你怎么把厨房的东西全拿出来了？保质期是24个月。24个月，2年。对。算了，我真的找不到了。我这个已经是最长的花生，多少？也就1年，这很难。我没了，对啊，没有了，没有再长的了，最多就是12个月了。我这儿有一个饼干，18个月而已。这个我肯定赢了，这个我肯定赢了。那峰哥来吧。它，对人体特别好，而且常规的情况下基本上是不会坏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是。蜂蜜，它的保质期保守估计是5年。哇，厉害了，厉害了！这个蜂蜜就是你不去损坏它，不去就是折腾它的话，它是基本上不会坏。所以刚才那一题，前锋得到1分，来。对。
你的家庭物资中每100克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食物是什么？哎，我有蛋白质。蛋白质。每一蛋白质是什么？对，听说过。蛋。傅辛博都出门了，他都没在我们的画面里。哎，我说话没有一个人听。听，都在找东西。听得见，听得见。你们家里都没有什么新鲜的食物吗？都是素食，哪有新鲜的？我有了，我有，我有了，我有了。哦，傅辛博是什么？因为平时健身就会买一些这个乳清蛋白微化。哇，那就是蛋白两个字儿都在上面了。蛋白，那就比不 了，那完了，那十克那肯定比不过了。十克，不高。我找到了一个咸鸭蛋，上面每咸鸭蛋，人家直接就是蛋，每100克是12.7克，多了2.7克。我这个花生上写着我的蛋白质是24.6，蛋白质，蛋白质，24.6。花生蛋白质24.6，24.6，对。哦，现在花生目前是最高的，好像是。好，花生是高的。觉得我应该是最多的。你又赢了，我是最多的，我是最多的。我公布了，亚米估计就下去了。是吗？这样这样，你们俩互相展示一下，你们都是什么？这个麻辣鱼肚。我的是火腿片。火腿片好，大家觉得哪个的更高？麻辣鱼肚。火腿片，我觉得亚米。我也觉得鱼肚。好，鱼肚的比较多一点。真的吗？鱼肚，哎，鱼本来蛋白质就很高，那。亚米，亚米先说。亚米都卡屏了，亚米。亚米不想聊天了，还是卡屏了。亚米又故意卡屏还是卡屏？亚米用了我教他的那招，不想比赛，假装比不过我了，比不过我。那就峰哥先吧。峰哥，峰哥赢了。来，峰哥，我赢了。我的蛋白质，好，不是，你的蛋白质，鱼肚的蛋白质，100克里面，我告诉大家，已经超过一半的蛋白质。哦，51.8克。怎么那么高啊？51.8这么高，我的接下来看你，哎，亚米的表情，你看那个表情，亚米你是多少？你看那个表情，我13.3，太多了，厉害吗？我解析一下吧，蛋白质是人体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它能够促进身体发育，增强抵抗力。这个问题呢，小度还有补充，小度，小度在哪？成年人每天所需蛋白质。成人每公斤体重大约需要摄取0.8克至1.2克左右的蛋白质。根据中国营养学会对18至49岁居民的膳食参考摄入量，男性居民蛋白质摄入量为65克每天，女性居民摄入量为55克每天。哇，那就等于说我们只要吃峰哥的那个鱼肚就行了，对不对？他就51.2克，真的，吃100克就可以了。对，会不会太偏食啊？所有人狂买鱼肚，家家户户买鱼肚。嗯，关键还是关键它味儿啊，味儿大啊。没有没有，它这个很好吃，没味儿，麻辣的肯定好吃。麻辣的，我要买，回去试起来。好，冠军就是前锋哥，恭喜前锋成为了我们的获胜者，实至名归啊！好，赢得了这次捐助的机会。今天谢谢亚米还有傅辛博的分享和陪伴。好，那这段时间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囤积物资，均衡安排膳食，我们一起等待着春暖花开的到来。好，再次感谢我们云上相亲相爱的一家人。那最后呢，也要感谢我们的冠名方，千万家庭都在用的小度在家智能屏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拜拜拜拜拜拜。Bye,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辛苦啦，拜拜，拜拜，拜拜，孩子都行。北京见，朋友们，拜拜，北京见啊。好，来。